哥。佢嘅車嘅數字咧比較多，咁如果當佢一同一時間去啟動啊，或者加速嗰時咧，佢可能就會令到咧一個安全裝置嘅啟動咧，令到一個電嘅裝置咧就會有一個稍微一個嘅停動嘅。啊，咁喺呢方面咧，我哋咧係亦都會咧係加強咗喺呢個車嘅調動方面，就確保咧就使到咧喺同一個情況咧就係出現嘅機會咧係減到係最低嘅。